果，真的耶。我带的成果来了。你也有成果了吗？先把它放超过，然后等一下再这样子把它填平。不能舔沙吗？不能舔沙子，对。你想舔沙子哦？怎么会有这么傻的儿子呢？这傻儿子是我们家的耶。彤彤哥哥，彤彤，你看哥哥，哥哥要走。哥哥就是想要这样玩，对不对？瞬间变轻。彤彤完全没看到，他很专注在自己的挖土机，挖呀挖呀挖，在什么样的沙坑里面？挖呀挖呀。这是苹果吗？这是什么？ Apple。 这是 Apple 吗？像吗？像。我想做一个 banana 吧。你要做一个 banana， 你怎么没有接着我，彤彤？我说在什么样的沙坑里面？挖呀挖呀挖。挖挖什么样的沙子？哎，这样怎么创作？没有办法哦。装什么样的车？哦，装什么样的车？倾泻车。那倾泻车开过来，然后，哎，这样子，挖呀。哦，那等等，继续用挖土机挖吧。在小，在大大的沙坑里面。你怎么没有接东东？在大大的沙坑里面，那彤彤好了，在大大的沙坑里面都没有理我。那妈妈好了，好，挖呀挖呀挖。我是单人机，我是挖土机来挖坑。哇，你是挖土机，哥哥是耕耘机。哥哥是要压土机，我是超级压，我是要压的。哦，那你是什么机？我不是一只鸡，我不是一只鸡。你不是一只鸡，我没有挖土机，我也丢挖土机。要丢哪里？丢挖土机。哦，东东说那边有挖土机，那边真的有挖土机。我也有挖土机。你也有挖土机。拜拜。嗯。